自隐幽谷，只凭信心不食眼前，虽然我看不见故事结局，每一步让领我向前。彰显大能，你一直伤痛，你彰显大能，你一直伤痛，你彰显大能，是我主，你一直伤痛，主我相信。
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曾经有一阵子，我每三个月会去一家医院做体检。在医院的大门，你会看到很大一段话语，在那墙壁上哦，写着“神医治，我们帮助”。这医院是提醒来看病的人，真正医治他们的是神。非信徒可能不晓得是神医治他们，你们呢？在旧约，以色列人是蒙神所爱的，但他们却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我们来看何西亚书十一章三节：我愿教导以法莲行走，又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以法莲是以色列国最大的支派之一。圣经有时候将以色列简称为以法莲。以色列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我们来看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像猪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以色列人用金银来做偶像，他们不知道是神供应他们这些金和银。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不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呢？答案在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他们不知道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就不认识神了，因为神是爱。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也叫我们纪念他，纪念他的王宫，也纪念他的爱。意识到神的爱会强化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他会强化你的信心，让你的信心有功效，支取神的恩典。好，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哦，来，我们来领圣餐。我们拿起饼，主，仰望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你是我的医治者，你破碎身体，除去我身上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忧患。当我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我的身体要得到复原，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是强壮的。感谢主耶稣，我们领受主的身体。我拿起的福杯，主耶稣，我如此感恩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除去我一切的罪。当我定睛在仰望你的宝血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永远公义的，我是被天父所爱所接纳的。感谢主耶稣，我们领受你的宝血，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接下来我们来收奉献哦。奉献是对主的敬拜，也是表达对主感恩的回应哦。上面你们看到的是呢我们的教会收奉献的管道，你可以通过网上转账或者是扫描教会的 QR code，
若是如果是支票或是现金的话，你可以把它投进外面的奉献箱。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父神，谢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使我们今天可能够带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奉献，愿你来悦纳，让它成为别人的祝福。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有指望， Amen。 跟你隔壁左右说，仍然有指望， Hallelujah。 所以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神呢，他真的带领我们度过高山低谷。虽然我们会经过死荫幽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神呢，是那位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神。无论我们遇到，所以我说基督徒牧师这几个礼拜一直在提醒大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问题，不会说我们不会遇到艰难，但是在问题和艰难里面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的家。所以家要体现出一个，就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全体总动员呢，我们去鼓励去安慰一些需要被安慰的人，好不好？就是体现一个家的一个神的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同心和一个合意。所以昨天特别是晚上嘛，昨天因为礼拜六晚上我们聚会，所以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请问黑暗存不存在？这句话好像等于白讲，对不对？因为昨天晚上嘛，你说黑暗存不存在，牧师你在外面看一下不是知道了，然后黑暗有没有，对不对？早上我就不能讲了，因为早上我你不能叫我出去嘛，因为今天早上天气很晴朗，对不对？昨天晚上就有很好的一个比喻，因为我就问大家黑暗存不存在，他们可能心里就嘀咕说你在讲什么黑暗不存在，我晚上不是来吗，刚才我驾车的时候不是开灯啊，如果不存在为什么我需要开灯？所以但是呢专家说呢，黑暗是不存在的，黑暗是不存在的。所以你会给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为什么黑暗是不存在的呢？原来专家说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光，你懂我意思吗？他说黑暗是不存在，他说我很认同这句话的，他说黑暗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黑暗会存在呢？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光。你不信的话，真的你把这个场所你关到完全部的灯光，你会处在黑暗里面，对不对？但是你只有打开那个打火机的话，它就怎么样，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呢就被照亮了，所以黑暗就被什么驱散了。为什么？因为光的出现。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特别当你比如说我做一个比喻，当你遗失了钥匙，你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面，你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好彩有人说打开灯，昨天有人说喊救命OK， 喊救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在面对黑暗的光景里面，在面对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喊救命 OK， 救命啊救命啊，或者是在那边埋怨。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答案，就是你只要开灯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只要找到那个 switch 在哪里，你 on 一下，你开灯，你就找到你的钥匙，然后呢你就将那个钥匙插在门锁那边，你就可以打开门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离开那个黑暗的环境，对吗？所以同样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要有光，对不对？刚才我做的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比喻，但是呢在我们生命里面确实确确实实的我们会面对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但是什么才是光呢？我不是叫你说牧师教导我当我面对黑暗的时候，我去开我的那个灯的 switch 就我的黑暗的解决，不是这个问题。我要说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有这个光的出现呢？好，这个经文我特别要鼓励大家的，在诗篇的119篇，诗篇119篇他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读，是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其实你正在开灯，你明白吗？你在这里你在开灯，可能你的生活里面你正在面对一个黑暗的状况里面，但是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当神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当牧师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然后呢，这个话语呢，它就成为你在黑暗，在你走在漆黑的道路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话就成为你脚前的灯，你路上的光。所以呢，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呢，不再被黑暗阴霾来挟制着我们。你已经不在黑暗里面，在那边纠结，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呢，那你在黑暗里面呢，你就得到亮光。很多时候在119节，他诗篇再告诉我们说，你的缘泥一解开，130节说，你的缘泥一解开就发出怎么样，就发出亮光，使义人怎么样通达。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来聆听，来领受神的话语？其实不是每一个礼拜，只是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来聆听神的话语。你说可以说阿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恩典灵修，让你们每一天呢都可以领受到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听不见的时候，甚至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当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我们就被解开了。就好像今天我早上我去到巴塞勒的家，我就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他们。OK， 我说神永远有一个补还的恩典。你还记得吗？当大卫失去这个儿子之后，这个 baby boy 的时候，上帝补还给他，他给他这个儿子是超乎他所有的儿子。这个儿子名叫什么名？所罗门。所罗门是当今世界没有人可以匹比的，他是最有智慧的王。阿们，他也是最有富有的王。所以我就鼓励 Ivan 的 Mandy， 上帝肯定他会施行补还的。阿们，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永远有补还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信的他是那位信实的神。所以当我们生活里面呢，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今天我特别要讲一个人的见证。我相信大家都在我们教会一段日子的时候你都认识这个牧师，他叫 Pastor Stella。 Pastor Stella 呢思阳牧师哦，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分享他的这个神的话语。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的见证呢？因为我在听到他见证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 OK， 他嫁去香港，然后丈夫是香港人，然后呢他一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的，小的是女的。当这个大的在这个男的他20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发现到这个孩子很不对劲。 OK， 这个孩子很不对劲就是觉得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哦。所以呢他就带他去做一些检验，然后检验的结果呢让他们夫妻呢我是说陷入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诊断说这个孩子呢他是患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自闭症。 OK， 非常严重的自闭症那时候是20个月大。然后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慢慢成长，他现在是5岁多。但是你知道吗，医生呢有些时候他就我们去看医生，有些时候有一些医生是很会有一种 EQ 比较高的，他就很会跟你交通交流。那有一些是 EQ 比较低的，直接叫你回家等死的那种。OK， 我们有遇到过这样的医生哦，特别是我们会有说牧师，这个医生跟我讲这样，我说人的 report 不重要，上帝的 report 是最重要的。阿门。所以这个医生就宣判他这个孩子呢，他的智商呢永远停留在2岁。他不能坐飞机，因为他是这种自闭症，他是会有一种反常的一些的动作。他甚至不能够他不喜欢玩具人，他如果要去到玩玩具，他会哭得很厉害，他不喜欢玩具，他而且呢他很拒绝被爱，做父母的要去拥抱他的时候他就跑远远，他不喜欢跟人接触的。所以导致他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很反常。慢慢的在整个的育儿过程当中呢，他们两夫妻呢就陷入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光景里面。我说黑暗的光景就是我们人生会面对的。在座的我们有没有面对过黑暗的光景？有，对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请你来找我，因为下个礼拜我要你分享信息，因为你的人生太精彩了都是一片亮丽，没有任何黑暗。会的，我们人生会有黑暗的时刻。 OK， 但是感谢主当 Pastor Stella 他面对这个他人生里面的一个黑暗的时候，他说神的话一直在鼓励他，特别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话语，主耶稣所说的第6章6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
乃是灵，肉体是什么？不义的。然后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他们夫妻俩怎么样度过这个黑暗的日子呢？他们就是抓住这个后半段耶稣所说的，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世上很多的消息都是无益的， OK， 他们所收到他们儿子的一些报告都是负面的。然而这一些导致以致他们活在黑暗的深渊里面，鼓励不到他们。所以呢，当他们面对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的安慰来自哪里呢？他们的喜乐来自哪里呢？他们的平安来自哪里呢？乃是这一段话，主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找到盼望，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找到喜乐，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找到平安。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要坐在这里？阿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在黑暗的时期，但是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慰，一个盼望，一个平安，一个喜乐在当中。你知道吗？人的安慰是有限的。当他们面对这个夫妻俩面对这个孩子的情况里面呢，哦，他说他彼此之间夫妻之间的安慰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你明白吗？本来说安慰好了，然后又去到医院的时候，或者去到学校的时候，那些父母或者是那些老师、那些医生给的反应呢，都是非常负面的时候呢，又在跌入这个谷底了。所以呢，他说，常常每一天呢，他们都听到，他们都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他们知道在罗马书说什么呢？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七节，可见听到是从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聆听的都是自己的问题，我们所看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但是这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什么呢？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当你意识到每一次你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每一次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哇，你就会如鹰展翅上腾。但是每一次当你听人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很快你就消沉，对吧？很快你就回到负面的，很快你的心情就怎么样，你就跌入低谷了。所以每当他要去取他儿子的报告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夫妻都是彼此提醒的，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保守这里。你知道吗？魔鬼现在他的伎俩呢，他攻击基督徒呢，他不是用什么外在，他就是攻击你的心思，让你觉得上帝不好，上帝夺走你所爱的，上帝拿走你所需要的，上帝剥夺你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不是的，你要知道啊，主耶稣说盗贼来为的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有些时候啊，恶者他会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想法意念放在你的思维里面，所以你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不不不，我的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神说他来是要叫我得丰盛的生命，而是盗贼他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的生命，而不是神。 你懂意思吗？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了。那么你如何保守你的心呢？就是让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成为你路上的光。所以当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呢，能够使疑人怎么样呢？就通达的。我不说你是笨啊，我不说你是疑人，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呢， 你的思想就被打开了。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问题，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不喊救命，我们就去开灯。同样的，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黑暗的时刻的时候，我们需要开灯，找到我们神要我们找的那颗钥匙，让我们能够逃离那个黑暗的环境。阿们。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开灯，我们坐在那边哭泣，我们在那里抱怨，我们在那里怨天尤人，这根本是毫无帮助的。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今天我们兴起发光，当然这个是一个命令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好，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我们兴起和发光。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兴起，我们能够发光呢？答案很清楚的，因为你的光已经什么来到。神的光是谁？
神的光是谁？主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光，我是世上的光。哎，你说牧师啊，刚才你说光就是道嘛，就是神的话语嘛，对不对？对，神的话也是代表耶稣。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为耶稣就是那个道。所以耶稣说，刚才我们说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所说的话，这个就是道，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能够兴起，今天我们能够发光，乃是因为主的光已经来到了。 OK，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可疑去怀疑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这个很重要了。我们常常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忽略了后面那一段，说吧，耶和华的荣耀发现怎么样呢？照耀你。那我们要想到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怎么说呢？ OK， 我做一个比喻啦。我昨天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的母亲 OK，她无论去到哪里要介绍啊，哎，你有几个孩子啊，她说啊，我有两个孩子啊，我的大孩子，我的大伯孩子是做牧师的啊，一家乖啊，讲做母亲的 OK， 都会这样，对不对啊？我相信呢，你们在座的父母 OK， 谁是你们的荣耀？我们的孩子嘛，对不对？你问朵琳姐妹就知道，你去问她，你孩子说哇，她就跟你理理哇，讲到很长了，哇，我的送完又怎样啊？啊，我的大女儿怎样啊？我的第二女儿是罗耶哇，讲到她哇，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因为这是她的荣耀来的 ，OK， 孩子就是她的荣耀。那么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谁是神的荣耀？啊，谁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谁是神的荣耀？再想一好一点。谁是神的荣耀？耶稣。谁是天父爸爸的荣耀？耶稣。阿们。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段经文告诉你，耶和华的荣耀发现要照耀在你的身上。意思说，当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呢，那这个荣耀的发现呢，他要照耀你。耶稣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盏明灯。阿们。耶稣要在你的生命，他要来照耀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天父爸爸的荣耀。同样的，当你要跟人家打交道，比如说啊，你要跟艾丽姐妹啊，我们的陈弟兄啊，我们 Chester 的妈妈打交道，你可能不认识他，哎，你就说，哎，陈姐妹啊，哎，你的儿子 Chester 啊，哇，他很棒的呢，哇，就开心了，什么都可以讲了，里里啰啰了啊，叫啊 ，No Chester， 他小时候啊，啊，会讲，就打开那个话题了，对不对？所以当你要跟人家建立关系呢，你知道他有孩子，那么你从他孩子下手，我不是教你上那些不好的 ，OK。我所谓的下手呢，就是你可以去啊，打开一个话题，我就说哇，你的孩子很出色啊，很棒啊，哇！每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人家听到人家来赞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OK， 你肯定很开心的，你不会说满脑人光的，我要看书，你不会这样的。你会很开心的，就好像你跟 Jenny 说，哇 ，Jenny 啊，哇，你的女儿啊 ，Vinny 啊，哇，她的 TikTok 啊 ，How many million view 啊，哇，她已经很出名的了 ，Vinny 在那边摇摇手一下，哇，她是榴莲王后啊，榴莲公主不是王后，还没有结婚过，哇，是榴莲公主啊，什么哇，对不对？就是 Vinny， 你看笑到哇，笑到几开心？为什么？当你 touch 到她的荣耀的时候 ，OK， 弟兄姐妹，我这个是一个秘诀了，你要跟天父爸爸建立那个关系呢。你把主耶稣献给 Yes， 我们的上帝爸爸，阿们。你说主天父爸爸，感谢你，因为耶稣的缘故，阿们。因为耶稣是我唯一的祭物，因为耶稣来，我得到释放，我得到平安。我告诉你，天父爸爸最喜悦听到这些话语，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爸爸的荣耀，阿们。当你这样述说的时候，这个荣耀要发现照耀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鼓励，不要把问题带给天父爸爸，可以吗？你把耶稣先带给天父爸爸，然后才把问题交给他。因为有了耶稣，所有的问题不是问题，因为问题不大，耶稣最大。阿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肯定不在黑暗里面，因为你知道耶稣他必为你开一条出路。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罗马书十七章啊，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一二三，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
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的开宗明义的很摆明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是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今天你信神吗？你信吗？但你确信你所信的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认识好像亚伯拉罕所说的，我所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为有，叫那死人复活的神，或者是他能够使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他是那位使瘸子行走啊，瞎子看见啊，瘸腿行走，瞎子看见，耳聋听见，或者是瘫痪的得以自由的一位神嘛。所以弟兄姐妹，这位保护你的耶稣，他的荣耀要发现在你的身上。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你信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今天弟兄姐妹，这个后裔指的是谁？很简单的，把你的一个食指高高举起来 OK， 然后往你的鼻子一点，那个人就是你，你就是那个后裔。 Amen。 所以这两节经文，其实这两节经文，其实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我们每逢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知道这段经文其实神要对我说什么话，这段经文神要感动我什么，这段经文神要启示我什么，这段经文神要教导我什么，对不对？好，这段经文请问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啊？你不要跟我说我要做多国之父，我要生多多因为因为有说做个多国之父，我立你做多，耶，神就立我做多国之父了，所以这段经文是说我要做多国之父，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段经文里面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仍有指望，意思说因信仍有指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说仍有指望呢？接下来你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必须常常提醒他自己，我仍有指望，我仍有指望。同样的，你常常也要提醒你自己，我仍有指望。为什么亚伯拉罕需要这样常常提醒他自己呢？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段经文，你就明白了。 OK， 第十九节，十九节说什么呢？四章十九节，罗马书，他将近什么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已死了，撒拉的生育已经什么断绝了，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今天为什么亚伯拉罕他需要仍有指望？因为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他知道他百岁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状况怎么样，我的身体已死了，不可能什么多国之父，哪里可能要一百岁的什么多国之父 OK， 然后看到撒拉月经也断绝了，生意的这个盼望也没有了，怎么能够对我生跟我生孩子？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多么绝望的光景。但是呢，在上一节说亚伯拉罕因信仍有什么指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绝望在你的环境里面。阿们。虽然你的身体好像如同已死，虽然你的关系好像如同已死，虽然你的生意好像如同已死，虽然你的状况，你的跟夫妻之间，或者是孩子之间，或者是你认为的事情看似好像如同已死，但是呢，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哦，亚伯拉罕有没有想到他身体的难处，他自己的状况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圣经说嘛，虽然想到嘛，对不对？不是我想的，圣经讲的。要不然虽然想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会想到不可能的啦，不可能的啦，不会发生的啦，这个事情已经是很糟糕了的啦，会吗？会。亚伯拉罕也这样讲，你不要忘记哦，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嘞，哦，你都不知道信心跑去哪里，他比你更快，他是信心之父。但是这位信心之父，他也会虽然想到，就是有时会想到，哎呦，别了吗？哎呦，别了，不可能啊！
啊，玛利亚，哎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但是呢，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施雅牧师也是一样的。帕萨塞拉，他有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问题？有。他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是一条很艰难的路？有。OK， 然而，你知道吗？当这个孩子五岁的时候，那个他们又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的报告出来的时候呢，他说啊，他的孩子的语言水平啊，或者是啊他的心智、啊、他的智商啊，只会停留在一岁或者两岁的一个阶段。你知道吗？听到这个消息，多么的很 feel 到，真的是很在一个黑暗的这个阴霾里面。所以你知道吗？社会是很现实的了。OK。当你带这样一个孩子出去呢，大家都会指指点点，哦，然后他也感受到啊这些啊轻视啦、啊，这些的贬义的眼光啊，哦的言辞啊，他也是非常难受的 ，OK， 甚至有人说他的儿子是不是迟钝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煎熬里面呢，你知道吗？巴斯夏拉有没有想过？有，他说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他有没有想过？有。但是呢，他知道上帝还是会做工的 ，OK， 所以人自然会想到一些啊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当他的儿子要进入一个特殊学校，因为他要进学校六岁要开始进入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他们不能够因为自闭症，他们不能够随便进那些啊普通的学校，他要进一些特殊的学校。那么特殊学校一表什么呢？特殊学校就是一表说啊专为啊，这些啊，心智啦，哦，或者是智障有问题的孩子所设立的，哦，所以一旦进入这个学校呢，啊，孩子就被认定为智商有问题的，就像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啊，啊，当你被断定一些啊问题的时候，政府会给你一个 OKU 的一个卡啊，一个通证 ，OK， 证明。哦，所以你有这个卡呢其实是蛮方便的，哦，我不是像你说，确实的，你看 去到商场，哦，去到医院有特别的专属的 bugging 给你，哦，你找到没有，但是我不要叫你去扒在那边，你不是 OKU， 除非你这边 OKU 啊，你去扒在他那个 OKU 的位置 OK， 所以他们就很靠近很靠近门口啊啊，很靠近 shopping mall 的入口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提供给 OKU 的，所以你不是 OKU 不要霸在那边，你可能那些 OKU 找不到位置， 你明白吗？除非你这边 OKU 我没有办法讲，所以 这些都是一些OKU 的福利，但是你想拿吗？你不想拿对不对？啊，你想活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里面，那你就活在正常一点啦，你不要活在不正常。有时候我看到一辆车扒在 OKU 那边，他又没有什么 sticker， 我说这个人真的是 OKU 哦。啊，所以你知道你造成他们多么不方便，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让你明白，所以施雅牧师呢，他把这个孩子放进去里面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要待在16岁，待到16岁。当你就问说，哎，你的孩子读什么学校？啊，哦，你现在名校就好，我读得心了，哇，他就哇，你孩子厉害，对不对？很聪明啊，读中灵，哇，你看我们的做设计师的做实施是中灵生了，哇，就是非常什么 ，bravo， 光荣，因为我是中灵生，我是热心生。但是呢，当你说到那个特殊学校的时候呢，大家的眼光就会怎么样，或者是停顿一下啊，没有什么讲话的，然后你也是好像酸溜溜的，就怎么样，就走开了，或者是啊拍拍肩膀一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个就是巴塞塞拉他所面对的种种的这些所谓特殊待遇 ，OK， 所以而且他这个孩子要待到16岁哦，然后就出来。所以你想想看，这条路要怎么走？医生说甚至一些报告说他不能够静静坐下来跟你一同吃饭，他不喜欢玩具的啊，你就不要逼他啊，你要抱他，他走得远远的啊，你要抱他走远远。啊，然后呢，他很难跟人家交流，很难跟人家沟通，他不能坐飞机，你坐飞机，等一下他乱到整辆飞机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被限制了？但是呢，你知道吗？虽然他想到各种问题，但是他的信心呢可以不软弱，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既然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不软弱，我也可以不软弱，因为我是他的后裔。
Amen。 因为我是他的后裔，既然亚伯拉罕可以不软弱，我也可以不软弱。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思维可能会被很多东西占据，就好像说啊， 你无法控制，无法拦阻飞鸟在你的头上飞来，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拦阻它在你的头上筑巢，对不对？ 你明白吗？你不能够拦阻天这个飞鸟在你 头上飞的啊，但是呢，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怎么筑巢。你不可能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筑一个巢，然后你礼拜天你看这个乌鸦在我那边筑巢几美，你不会这样说吧，对不对？你不可能这样说给我看的。同样的，二者呢，它会在你的上面呢，会把一些东西来影响你，但是呢，不要让它继续的来到你的思维里面占据你的思维，可以吗？不要。但有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阿们。所以你知道吗，当恶者来的时候啊，那些攻击，那些不好的负面的，你很难用你的话去抵挡他的，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就好像当主耶稣面对40天的这个的试探的时候啊，魔鬼试探他，如果神爱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为面包啦。如果你是耶稣怎么样，变了什么好了，变给你看，变。如果我们是耶稣，我们早就变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你看耶稣的反击是什么？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又带他去高山里面，他说你跳下去了，魔鬼叫他你跳下去了，因为圣经说啊，因为刚才耶稣用圣经来抵挡魔鬼嘛，对不对？他也会用圣经来试探你的哦。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必保护你，使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哇、哦、他现在用神的话语来哦，是你怎样哦，对哦，让我跳了，神一定保护我的。然后你回到天堂，说明你不救我，神说你要跳，天，耶稣没有这样，耶稣说什么？不要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让你明白哦，很多时候我们抵挡仇敌的诡那个伎俩呢，就必须引用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你听什么很重要的，别人看法怎样看法不重要，因为对塞拉牧师来说，他的儿子是聪明的，他的儿子是健康的，阿们。他的儿子既然神啊已经赐给他，相信了啊，重要的是你怎么听，你怎么说，你怎么看。所以你在听什么？今天你有在听到一些保护你的心的信息吗？还是在拆毁你的心的这个信息呢？哦，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软弱，是因为他什么呢？他把神放得更大。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让你明白哦，今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什么呢？二十节说什么？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着不信呢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呢心里得什么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谁是那个荣耀？耶稣是那个荣耀。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唯一的祭物，你知道吗？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祭物来的，阿们。当我们把耶稣再归给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事情就会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并且亚伯拉罕在信心在面对软弱的时候呢，啊，他还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为什么他的信心可以不软弱呢？因为他仰望神的应许。这个仰望神的应许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选择把神放大。我在说选择把神放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神放大，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放得很大， OK， 我们把我们的事情放得很大，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放得很大，我们把我们的巨人放得很大，我们把神放得非常小。但是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个举动，是你我都需要做的一个选择。他说什么呢？并且仰望神的意思，这个仰望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大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呢，用放大镜来看，你明白？然后看神呢，用显微镜来看，你看你写，你看你写，比如你写呢，我写呢，你写，亚索你写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不要，你要做一个选择，把你的问题，哎呦，显微镜，这个这样小问题不了，把神用放大镜来看，可以吗？那你的问题就不再问题。我再说，问题不大，耶稣
最大。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它会让你走过这个死荫的一个幽谷。所以呢，尽管面对这样挑战呢，亚伯拉罕他选择放大神的应许。同样的，我们的司雅牧师，我们巴斯塞拉呢，他无论他的孩子的报告是怎样都好，他继续的选择把神放大。别人的看法对你并不重要的。我说啊，事实是事实，对不对？事实摆在你面前是事实来的， report 摆在你面前是事实的，因为根据科学，根据医学，这个是事实。但是呢，我们有一位真实的神，阿们，一位真实的神，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亚伯拉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就是真实的神。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事实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真实的上帝。你在听什么？你有保守你的心吗？我们的生活，我们放大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正在放大什么东西。所以意味着啊，当我们把神放大的时候呢，上帝就做工了。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不信呢而动摇，他是甚至说反倒因为信呢，心里怎么样呢？得坚固。为什么他心里得坚固呢？因为他听了神的应许越多，他的信心就越坚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来教会？你常常来教会，你就越听神的应许，听神的应许。所以你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怎么样？被什么？被建立起来。你的心灵就被什么？被坚固起来。然后他说将荣耀归给神。荣耀是谁呢？我再说一次，荣耀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尽管他有很多问题，但是他却把耶稣先献给神，不是把问题献给神的，因为知道天父爸爸最爱的他的荣耀就是耶稣。 OK， 所以弟兄姐妹，他没有把自身的问题埋怨或者是现实来归给神，而是把主耶稣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因为耶稣，亚伯拉罕知道耶稣，因为知道，你看亚伯拉罕的历史哦，他的生平哦，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他都献祭的。他都住一座坛，住一座坛，住一座坛，住一座坛献祭。那么今天亚伯拉罕呢，他将荣耀归给神呢，就是他把耶稣这唯一的祭物呢，来献给天父爸爸。你知道吗？天父爸爸最开心的是，当你越讲论耶稣呢，他越开心了。OK。就好像你如果是跟我们的 Alice 姐妹哦如果你讲 Chester, Lester, Alistair, 他全部得了 Esther, 讲这几个孩子他很开心。你跟他讲问题，我告诉你是两个币没有，后来一半他走掉了咯。不信等一下你带伤害，对不对？不要提了，我不要提了，我不要提了，我不要提了。但是你跟他讲 Chester, Lester, Alistair, Esther, 哇，他可以跟你讲了两个小时不会走了咯。同样的，天父爸爸也是一样的，他你跟他天父爸爸讲问题的时候，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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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跟他讲耶稣的时候 ，yes， 当他接纳的时候呢，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他说什么？成了，阿们。你所有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神必然成就。OK， 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四章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并且相信神的应许呢，必然做成。必能做成，并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呢必能做成，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说服了。今天你的心被说服了吗？哎，牧师讲了差不多45分钟了嘞，有没有被说服到？没有啊，没有的话我浪费。有没有被说服？在座的有没有被说服？你的心有没有被说服？不要说全部了，一点点了，有没有？有没有？你不要说牧师好像没有那么感动哎。你讲的好像我这边进这边出，没有，完全没有，有没有？有。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什么？他满心相信，满心相信意思是什么？他的心被说服了。所以你的心，每一次你来教会听到，你的心要被说服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心没有被说服，我告诉你，你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回的，你知道吗？你要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阿们。所以你的心要被说服。如果你的心没有被说服，我告诉你，你在坐在这里是浪费时间。OK， 你问隔壁左右的说。被说服了没有？问他一下。哈利路亚。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抱怨。为什么你会抱怨？当你看到一个人向你抱怨的时候，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被说服，你明白吗？他的心还没有被神的话语、被神的应许所说服，所以他常常活在抱怨、埋怨啊，这个生气的当中，因为他的心没有被说服。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让你明白，
无论环境怎么样都好，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神能平息我们所有生活中的一切的风浪，你知道吗？世界消息怎么说对我来说不重要的，因为主耶稣的话语更重要。所以最后这段经文呢，我要鼓励你，我要结束了。彼得特别在我们散会之前，这个、不是彼得说的，保罗特别的来提醒我们大家。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10:7，107，你可以忘记今天牧师所说的一切，但是这个107你一定要记住啊！107啊，哥林多后书10:7，他说，保罗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弟兄姐妹，你是看眼前的吗？你问你隔壁左右说，你是看眼前的吗？啊？你是看眼前的吗？你看眼前就完蛋了啦！他说什么？倘若有人自信，就是倘若人有这个自信，也是可以说信心。倘若有人有信心，他是属基督的，那么他要再想想你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就你要想想，保罗鼓励你要想想，你要去想想你是属基督的吗？如果你是属基督的话呢，无论是生是死你都是主的人。阿们。今天我也特别去到我们牧师的家，我说我们是属基督的， John 那些是属基督的，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Amen。 哇，这个是非常大的安慰。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讲这样道呢，其实真的就是要给我们Pastor Alan这个家庭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无论面对任何事情，你要再想一想，当你面对，保罗说，当你面对任何眼前的挑战嘛，你要再想想你是属于谁的，你要再想想你是属于谁的。既然你是属于基督的话，没有任何的难题可以难倒我们。 Amen。你知道吗？曾经有人去访问过一个判死刑的一个犯人啊。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做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事呢？”他说：“没有什么，我连死都不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连死都不怕的人。你懂意思吗 ？OK， 其实你也是很恐怖的人。”因为真的，我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我不是叫你去做坏事啦 ，OK？ 你不是说哦，我死都不怕哦 ，OK 的，这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有保障，明白吗？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死亡它不是一个终点 ，OK？ 它不是一个句号，它是一个，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号，它是一个逗号来的，它还是可以继续的 ，Amen。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它不是一个结束，因为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有永生，他们必永远不死。既然我们永远不死，死亡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个恐惧的一个问题了 OK。 所以我不想你们有那个死刑犯的那个思维，就是我既然不怕死我什么都可以做，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既然我们已经死都不能够狭隘着我们，那么请问保罗说，你是为了眼前的事而担忧吗？有什么事情让你担忧的呢？你是看眼前的吗？保罗说，你要再想想你是属谁的，可以吗？你问你隔壁左右说，你是谁的啊？没有，我属我老公的啊，不是啊，我属我老婆的OK 啊，我属 MGA 的，不，我是属基督的。阿们。这则经文给我这个礼拜很大的安慰 OK。 我虽然是 MGA 的牧师，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你不是属于 FGA， 你是属于我的。阿们。哇，很大安慰的。哇，因为如果相比属于 FGA 跟属于耶稣基督，我宁愿属于这个耶稣基督。阿们。不是说我不要 FGA 啦，我说两者之间啦，如果给我选，哇，当然是选择 FGA、这个 FGA 是这口口不对心，当然选择我的救主耶稣。阿们。因为我是属他，但当我属他的时候呢，我就拥有了一切。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让你明白，当你面对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你常常保罗在提醒我们，你要再想想你是属谁的。只要牢记你是属基督的话呢，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喜乐，你就有上帝的帮助在你面前。所以每当这个施雅牧师他接到 report 都好，他听到一些负面的对他儿子的语言报告都好，他都宣告说，我这个孩子是属基督的。我这个孩子是属基督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你要把这个观念灌输你的孩子身上，
girl, boy, 你不是属 daddy, mommy 的而已，你是属基督的，最重要你是属基督的，让他们从小有这个概念，我是属基督的，然后他们就无所畏惧了。 OK, 我不说无所畏惧他们可以任意妄为， OK, 我的无所畏惧是无论他们将来面对什么样状况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他们既然是属基督的话呢，神必为他们开路，神必引导他们，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当医生的报告说这个人不能，这个他的孩子不能够坐飞机，他不喜欢玩具，他不可能会抱你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塞达的孩子他做成了这一切。 Amen。 他不喜欢玩具吗？他躺在玩具里面。 OK, 他不能坐飞机吗？他坐了几十趟飞机。他不能够安安静静吃一餐饭吗？巴塞塞拉说他坐在一起吃饭两个小时他都没有吵吵闹闹的，因为他的孩子是属基督的。阿们。如果属人的属他的话呢，他就按照这个一些这个报告来履行了。但是感谢主，不，因为他宣告说我的孩子不是属任何的，他是属基督的。但属基督的话呢，他的孩子就活在慢慢的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环境。阿们。他说他相信呢，他的孩子是聪明的，他的孩子能够经历上帝的改变，上帝的恢复，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突破。所以人告诉他儿子不能够安静，不能够坐飞机，他全部都做成了，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孩子是属神的，所以他能做到，因为他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我说像保罗所提醒我们的，再想想你是属谁的。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倘若一个小偷啊，他要进你的家，他要进入你的家，拿走你属于你的东西，你会允许他吗？你会允许他？你举手一下，今天晚上我过去。你不会允许他，对不对？ OK, 你肯定不会允许他的，你会报警，你会试图的去反击。所以你既然你不会允许小偷进入你的家来偷取你任何的财物，主耶稣说平安属于你，健康属于你，医治属于你，智慧属于你，机会也属于你。请问你会任意的让恶者来在你的生命当中进行偷窃、杀害、毁坏吗？你不会允许的，对不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以及什么毁坏，但是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默许仇敌偷走、偷窃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神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抱怨，我们就在那里埋怨，为什么神这样做，为什么神那样做。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不是我偷窃的，不是我拿走的，不是我去夺取的，不是我去毁坏的。毁坏者是谁？盗贼，就是恶者，他来就是偷窃、杀害以及毁坏。你看主耶稣说，主耶稣做一个对比，盗贼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来，耶稣来在你生命里面，他为了就是要给你得更丰盛的生命。阿们。因为主耶稣做成了一切。弟兄姐妹，我今天需要这个还没有结束之前，我希望你在你的座位上，我不晓得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你面对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说的，不要把你的问题放大，把耶稣放大，好不好？你的问题不大，耶稣最大。无论面对任何的情况，你要相信你仍然有指望。阿们。你仍然有指望，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想到他身体已死，撒拉的这个生意已经断绝，但是他因信仍有指望。为着你的一个问题来祷告，我不晓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要知道问题不大，耶稣最大。阿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耶稣，你听主啊，你的孩子们祷告，让耶稣成就在他们这个事情上，向天父爸爸祷告，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荣耀，就是天父爸爸的荣耀。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祭物。你说耶稣，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完成了，你说 finish 了，你说成了，我相信这个事情就成了，我相信医治就成了，我相信这个祝福就成了，我相信上帝你的恢复就成了，我相信上帝你的补还就成了。 Amen, Hallelujah。 为着你的问题来祷告，仰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虽然他
可能拿走了一些在属于你生命的东西，但是耶稣他以自己来代替，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空切上，耶稣他自己来代替。没有任何事情比耶稣更宝贵，没有任何事情比耶稣更伟大，没有任何事情比耶稣更珍贵，因为耶稣是天父爸爸的荣耀。当耶稣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哈利路亚，把耶稣彰显在你的这个问题上。你说，主，我不晓得我要怎样维持这个关系，但是耶稣你来帮助我。主，我不晓得怎样经营下去我这个生意，但是耶稣你来帮助我。主耶稣，我不晓得我的身体的状况，现在医生的报告是这么说，我也不晓得如何去做一个恢复治疗，但是耶稣你来帮助我。我相信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能够做成这一切，能够医治我，给我带来恢复，带来痊愈，带来帮助。主，这段婚姻我不晓得如何要继续，主耶稣啊，求你进入我们的关系里面来做复合的工作，来做修复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他身上，定睛在他身上。我们举起双手来领受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晚早上的这个信息，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既然我们是属基督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绊倒我们。我们选择把神你放大，把我们事情放得小，因为问题不大，耶稣最大。我们无论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因信，我们仍然有指望。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 Amen，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下个礼拜见。恩典够我用，仰望你。